我们是万圣节小棉花糖，我们的万圣节不一样，我们准备好了各种美味，快来小棉花糖的万圣节派对。麦克斯准备了一些好吃的，猜猜是什么？猜猜是什么？难道是血？这其实是红色的番茄汁。没准备了一些好吃的，猜猜是什么？难道是蜘蛛？这其实是红色的蜘蛛巧克力。米洛准备了一些好吃的，猜猜是什么？难道是便便？这其实是绿色的牛油果酱。我们准备好了各种美味，快来小棉花糖的万圣节派对。麦克准备了一些好吃的，猜猜是什么？难道是虫子？这其实是蓝色的虫子软糖。妹妹准备了一些好吃的，猜猜是什么？难道是女巫的帽子？这其实是紫色的紫薯片。我们是万圣节小棉花糖，我们的万圣节不一样，不给糖我们就捣蛋，快来万圣节派对狂欢，万圣节快乐。啾比啾比啾比啾，订阅和点赞。